以下呢一个可以讲得话系电视史上嘅一个经典场面。有一个男人，佢有时系有钱，有时系冇钱。佢有两个老婆，佢不断周旋喺呢个两个唔同嘅家庭里边，而且成日有啲啊唔同嘅方言出现。你估呢一个系悲剧咧，定系喜剧咧？方言劇場之一夫兩妻，賣咗佢啦！美金1億7千萬，成交。老公啊，我今日醫生嗰度驗咧，佢話我有產爆胎啊！產爆胎，真係有產爆胎！係啊，係咯，我都話睇上佬好靚。哎呀，我諗都未諗過，我有產。潮州话，我见爷咧，佢胎儿神啊！阿医生话，系冇啊，阿医生，医生话话我陈啊，陈爆胎啊，只爆胎，我系上老真系娘啊，真系。我都木碎木箭，你一只跑腿，阿陈啊，系啊，你个天作弄人啊，系啊，鬼难啊，鬼难啊，英文 ，Has fun, has fun, drink so, low so, oh low sin, low sin, low low so, drink so, 真心，哈利。真是
十妹，我十四美女，我春台阿姐妹咧，下一节系粤南话，欢迎大家有收音机咧。